天芒星阵，你们是大梁烟云十二祭，保护大人离开。是，上。一尊金符，韩兄一直偷偷卖盐给梁军，这金符应该是盐渍。想来，怕是被人抓了把柄，才对外放口风称自己私刑，又派了燕云十二祭来充当护卫，以为自己万无一失。罢了，把这里清理干净，金符融掉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是。哦，对。找个生面孔去吹信楼，就说花重金买韩修的命，不计任何代价。婉妹来了，婉香一会儿就到，你等着吧。是。手脚这么慢，当真是老了吗？是老了，谁叫你不爱点灯？我这老眼昏花的，瞧不清啊。你去给那个老不死的掌个灯。这张皮将来可是要做扇子面的，你说再画些什么好啊？试试。
多了这蝴蝶，这幅画就活了。你不错，挺有灵气。把人抬出去吧，可别叫他死了。他这身皮养得还真不错，要是剥得再仔细一点，兴许还能做只灯笼。你一定很想知道刚刚那个人犯了什么错吧？他和他的主子生了情，主子已经浸在彼岸殿的往生池里了，可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在鬼化城，姑娘和影子是不能有染的，这个规矩媚姑娘已经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记住就好。城主，晚香姑娘和影子二月到了，让她进来吧。影子在外面候着。是。啊，另外，公子和月影姑娘也到了，让他们都进来吧。是。说说吧，怎么样了？属下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杀了沈墨。媚姑娘本来也是可以完成任务的，但她心软，下不去手。城主，在沈府药炉里，长安已经打晕了沈墨，置人于此地只差最后一击。是晚香出言提醒了一个叫月公子的人，此人破门而入，坏了城主的任务。我在那破宅里面发现沈墨的时候，他的脖子上已经有了刀伤和勒痕，昏迷不醒。若不是你心慈手软，他哪还留的命在？铁石心肠是做杀手的第一法则，在这一点上，晚香做得很好。是城主教导有方。挂件草呢？城主。传言挂件草能够增20年的内力，恭喜公子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。所以说，你们是一起完成的任务。正是。这该怎么办呢？不如一同晋升为帝上。可帝杀12席只有一个空位，所以你们两个必须分出胜负。不如这样，就让你们的影子替你们决出高下吧。你二人对决，不计生死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开始吧。可知道你这句话的意思？来人呐，挽媒任务失败，送彼岸殿往生池。
影子长安连续服侍两个主子失败，送行堂。是是。小姑，慢着。怎么，月影姑娘有意见？月影只是好奇，如果晚香姑娘一人出任务，杀了沈墨却没有拿回挂件草，城主会如何评判？没有发生的事情就不用讨论了。且慢，月影姑娘，你是要挑衅我这个城主吗？月影不敢，只是婉妹姑娘是公子送来的人，如果任务失败，月影无话可说，任凭城主发配，但是婉妹姑娘拿回了挂件草，也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务。城主难道不该问问公子的意思？这公子都尚未发话，还轮不到你一个绝杀教我怎么做事。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我岔罗说出去的话没有且慢，更不可能收回，除非冬日打雷，晴天落雪。